当上了这个披萨店的经理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I'm a manager。然后呢，这是怎么来的？因为刚好那个 manager 想要下班了，所以他就问说有没有人要当 manager 呢？那我就刚好就坐上了这个王位了。其实坐这个王位感觉也是不错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后面还有好风景，旁边有书柜，哇，还有一些公文等着我办。不过我先出去看看，我的这家店呢，到底有没有人在认真工作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 Kitty come on， 来，他跟我说嗨，我们跟他说嗨，好不好？他应该是。想要我给他一个那个 bonus 的啊，那个像我点人的话呢，就可以像他就是把他放回去工作，他如果乱跑的话，第二这个是可以给他 bonus， 每个人可以给的这个时间期限是不一定的、哦。然后第三个是可以让他就是当那个每日员工，第四个呢就是把他 ban 掉，第五个就是 quit my job。好了，我们给他 bonus， 他应该会认真工作 ，give you，OK，、okay? 叫他好好工作 ，work， 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前面柜台的，当经理还蛮好的。这个 bonus 刚给过的、啊，我们来仔细看看有谁比较认真，好不好？你把它放好、啊。做经理就要做经理的样子，不可以这样子让东西这样浪费材料。我们现在 cashier 是两位，然后 cook 两位，然后 box 呢目前只有一位。出去工作啊，出去工作，把他抓回去，叫他回去，好不好？然后他就会跑到前面去的。哦，这样子要好好管理一家店才有那个感觉啊。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后面这个 box 的部分。各位，我终于当了经理，因为当经理这么爽啊，没有人在送啊，没有快递哥啊。OK， 没败哦。他还没到。嘿，当 manager 真的威风哎，没败哦。我可以考虑说我要给谁这样。那最主要我想要体验一下当 manager 哦，就是。我们的到底可以赚多少钱、哦、我们现在目前是55嘛，刚当上而已，所以这个感觉还不一定、哦、那我们就稍微巡视一下就会知道。这个这样子不行啊，来，谁把它清一下，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，你们这几个啊，我这个披萨店快要倒了、都不认真工作，然后上面现在累积四片了，然后也不工作啊，叫我怎么给得起 bonus， 是不是好丢给中间的小内啦。我觉得当经理好像也没有比较好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game 还不错哦，这个我刚刚有注意到他，他持续的在送，这个蓝色的也不错，然后现在运送的呢还没有做个什么攻击，哇，原来当经理目前是240，给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再仔细看一下，当经理呢，哇塞，搞什么啊？搞什么飞机啊？到底干什么呢？我可以进来看一下啊，进来休息一下好了。哎，在这边爽领薪水好了。如果我们都摆烂，然后不出去，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？这样可能不好，我们可能没有钱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主要的目标呢，当然就是已经当成经理是我们主要目标嘛。那起码可以赚一点点钱，可以回去摆设。现在目前我们的饮料不太够了，饮料存货不太够了。哇，各位，我要努力的赚到这个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反对票，两个反对票了，这个可以给了，给 bonus。给完人就不见了，哇 damn， 来给你操作，我就帮你升为最佳员工，快点弄起来啊 ！OK， good， 累了，去那，他应该是有点累个，我觉得。天哪、啊，我觉得当经理蛮难的，这个很烦这个不错，算蛮尽责的，给他一个最佳员工，好不好？这样他应该就换了，在那边骚扰啊。看他们会不会暴停这样啊？来吧，各位，看来我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工人的命运啊，摆脱不了这种工人的命运。来吧，我们自己用吧。他根本就来这边把妹的，原来把妹这么讨人厌啊！好，定有game共精啊！所以经理不管你当什么，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这个我觉得当职员比较好玩。现在外面好像有一些天气的变化了，待会我们再出去给大家看。这次上，我们昨天玩的时候呢，因为它刚好是伺服器更新的哦，所以我要玩的时候刚好没办法玩哦。那它主要是外面有更新的，我们待会再出去看看。没有人要做啊，好吧，各位，我们先出去好了，我们自己去吧。既然没有人要做，我们就去啊。然后外面呢，它已经变成有沙滩、有海，然后有这种天空的云彩，这样子会随着你的时间。去做不一样的更动、哦、然后树木呢，本来是有点下雪的感觉嘛，所以它现在已经变成是这种有点冰淇淋状的 feel， 所以我觉得整个大更新感觉变得不一样哦。那我们顺便出来巡视看看大家都在干嘛，好吧 ？OK，
噔噔噔噔，居然有经理自己出来送披萨了。哎，我去看一下这边好了，我去看一下这边好了，供货商这边，我看他们认不认真哦。他们如果认真的话呢，给他们点奖励啊。当老板就不，当经理就是要这样子。我来看看，拜拜哦，蛮认真的哦。来，经理坐你旁边，你有压力吗？啊？OK， 白天了，白天了，问他要什么，应该是这样拼吧。OK， 120，其实我觉得当经理钱没有很多耶。哦，当经理钱反而还比那个，一般的职员还要少哎。I want to say something。好来，这个蛮认真的，快要可以给他 bonus。我们当经理，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当经理真的没有比较好哎。然后钱也不多，还没有比工作的很多，只是你可以给人家 bonus 而已。那当经理的角色主要就是奖励别人嘛，毕竟他还是领公司的钱哦。但是薪水没有相对，我就觉得比较奇怪了。好，我们就给他 bonus 了，他还蛮认真的。Yes， give you， 各位啊，工作起来啊，他在干嘛？哇，一团糟啊，一团糟啊！我要去，我觉得太烦了，他们太烦了，真的。他们自己可以出去不出去，我要进去这个 manager 里面坐着了。还要 good work 哦。Give bonus 不错啦，他从刚刚就一直在做，给他钱是 OK 的。我觉得他比较认真，他从刚刚一开始就有在帮我们做事情了。啊，刚刚那个只在那边亏没啊，说 I like you 什么鬼之类的，要捆凳一捆啊，要捆凳一捆，你家的捆啊，来乱的嘛。各位观众，总结了一下，我觉得当这个经理哦，非常的不容易。除了你要看看你每的员工呢，每个员工的工作有没有很认真、很努力这样子。不然我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不太够赏识你，也不太会去理你这样子。那你给他 bonus 呢，他会嫌钱少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当经理呢不是那么好当。但是一家店呢，如果经理呢不是处理得很好的话，感觉他们也不愿意做事情。所以一瞬间呢，你可能赚不到什么钱。好吧，那现在呢，我不打算做经理了，经理打算给他们做啦。反正就觉得吃力不讨好，还是去做工作比较好赚钱哦。那因为今天呢做这个，我本来想说可以达到1800，我们可以去买一个麦克风这样子。那现在可能不行，不过我觉得最缺要的是电灯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房间其实灯蛮少的。灯呢，我想要用这个 floor lamp， 这个780块，我觉得这个可以满足我的需求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把经理让给别人。Somebody want to be a manager? Yes， 就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你送啊，不要理他了。好了，那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拿着我们这1000块，准备回我们家啦，准备回我们家。好来，那我们的家应该在 B3 的位置。好，那 B3 位置，我们先准备出来。OK， 好来，这就是我们的家啦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就是你看，其实我家里面哦有点暗，所以我现在打算呢买这一盏灯 ，floor lamp， 780块。每次我们都多增添一点点啊，每次都多增添一点点。这样子呢，我觉得弄起来会更棒。你看，哇，这样就好多了。我们放在这个这边，好吧，这边。这样除了有树在这边呢，又有电灯，那之后呢，还缺一支麦克风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再努力的把麦克风给买回来。那我们以后呢，这个游戏可能会比较慢在更新，因为我主要可能会去玩另外那一个哦。那不过我还是会有空，还是会持续的更新过来，好不好？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 Roblox 机动外，这次的经历体验呢，让我觉得还是当员工比较好。我们下次我个人的披萨再见喽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也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按下小铃铛，选择所有通知，就可以接受所有的开通带来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